最近李玉刚一直都在网络上面更新自己回农村老家的生活动态，网友们看到了他的老家生活环境是非常的朴素的，这些照片也是引发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。从照片中可以看到，他老家的屋子都是用砖泥盖起来的，并且房间也是非常的破旧，一看就非常的具有年代感，并且连做饭都要通过烧火来进行。而李玉刚在地采货的时候还需要弯下腰才能完成，由于是最简单的水泥房，所以房间连装修都没有，但李玉刚好像对于这样的居住环境并没有感到任何的不适。在吃饭的时候可以看到他的饮食也是非常的平常，他吃的都是一些家常菜，比如说土豆丝之类的，而李玉刚本人好像对此也并没有什么不满。在打开盖子发现中间还有一些荤菜之后，李玉刚还表现出了非常惊讶的表情，并且双眼都在释放着光芒，他还非常热情地招待身边的人一起吃饭，一点都没有架子。其实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草根出身的，并且通过星光大道一炮而红，在红了之后他也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根，如今的他在娱乐圈里面也算是一位前辈了，希望他能够一直秉承着这样的初心，大步向前吧。